秋姑娘，真是你。嗯，没想到是你把王明隐的消息送到客栈，居然是你救了我，还救了两次。你这手刀怕是比真刀还锋利了。软甲护体得以不死，可我后面那两脚，你应该死了才对啊！你还真把王重楼的大皇庭化为己有了，何姑娘。嗯，我跟你有仇吗？没仇啊，不过有人要花一千两买你的命。靖安王，那你为何要救我？我亲手杀你。才有一千两，别人杀你，我只有500两。我这命还挺值钱。该说的都说了，你可以去死了。你这不是刀法。你的伤还能再出刀吗？要不你试试。没事吧？没事。刚才看你用了剑九皇的剑法。剑一到剑九，老黄都留给我了。练了挺久了吧？这可是你压箱底的本事。青鸟没事吧？他的命暂时保住了。那就好。可你要死了。喂，小子，小子。放箭！Thank you.
大附近，大家多加小心。交战时，我会设法将红甲停滞一刹那，到时咱们全力破甲。你要再用刺杀剑诀，命就没了。这怕是调虎离山吧？世子那儿有李前辈，不用担心。先救人，上！怪物还怎么打？再给我点时间。还要多久？再等等，给我点时间。蓄奴，发动。
射！前辈就别关心那边了。你觉得自己能挡我多久？尽力而为。请前辈留步。还真是速王剑。
绣青蛇。你是李淳罡？剑神。请剑出鞘。人！
那个兔家要走到什么时候去？不好，世子危险，叔兄快！小心！刚才乔静姑娘动手了，我们都要杀徐凤言，可以联手合作。1000两黄金都是我的，滚，不然杀了你。就先滚了。是本王从武帝城求来的，既然你使刀，总会用得上。那这木盒呢？里边是半柄木马牛。李剑神的佩剑？正是。虽然被王仙尊折断，可就算是断剑，在剑神手中也是神物。提前准备，您是早就知道李春刚与我同行。就知道李淳罡在，才放心让天下第十一出手刺杀。刺杀就得真实，可是也不能让你的脑袋真的搬了家，不然徐骁那个老疯子铁定马踏青州。王叔，我是想礼佛，可没打算
自己去西天极乐呀。你可以走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花了千两黄金让一个女孩杀我？有这回事儿？呵呵，姑娘是你训练出来的杀手。你问太多了。最后一个忠告，不要带裴南伟去武帝城，这个女人有问题，我怀疑她是故意接近我儿子，所以我干脆先把她娶了。走了，没错，把你留下了。你就不想问问我准备对你做什么？我倒是有一个问题。你说。你送走王灵泉，约我来芦苇荡，是早就猜到有一场刺杀？是有准备。你给了王家生，可最后还不是让凤子颖为你冒险？这些人全都是因你而死。徐凤年，你的慈悲可真虚无。放肆！这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凤子营百人随我出北凉，与中御伏将红甲战死45人，春神湖船战又有2人牺牲，今日一战所胜者不足10人，这些战死者和庞波一家一样，都是我北凉子弟，但他们身份不同。王伯一家是普通人，而凤子营是军人。军人的意义就是用自己的血和剑保护像王伯一家这样的普通人平安无恙。所有的这些牺牲我记在心里，我很难过，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选，因为我无法逃避，我也不会逃避。自始至终，我徐凤年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一同面对上司。能与世子并肩作战，是凤子营的荣耀。青鸟还没醒，人在那辆车上，有人守着。幸亏我撑住了，要是让靖安王看出我身受重伤，还不一定能放我安全离开。你倒是做了个好买卖，一早就想着劫走王妃。要不是靖安王给机会，也不会让裴南伟
来芦苇荡送信，大家心照不宣罢了。你和那老狐狸心照不宣，一窝狐狸。他是狐狸，本狮子是雏凤，反正都是禽兽。你这画风越发犀利了。说到禽兽，我想起个事儿。什么事儿？还记得在青城山遇到虎魁被杀，那时候我在林里走散，见到有人骑着巨兽呼啸而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虎魁。我看见了，从我跟前跑过去的。长什么样？跑太快没记清楚，就记着黑白杂色，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现在想想，那背影和刚才刺杀你的那个丫头特别像。你是说虎魁是呵呵姑娘杀的？那他从青城山就跟着我们了？不对啊，那个时候还没进青州城呢。难道他不只是为了靖安王的千两黄金杀我？他在骗你。那他是在灵州城卖酱牛肉就伺机想杀我？也不对啊，这么多年那么多机会，干嘛等到现在才动手？哎，你到底跟那个什么嘻嘻哈哈姑娘有什么关系？我就买肉的时候见过几次，我都不知道她名字，我看她整天笑呵呵的，给她起名叫呵呵姑娘。还有啊，靖安王提醒的对，裴南伟不能跟我们通行。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吧。我怎么了？你眼睛都在流血。这便是七窍流血吗？听说过这词儿，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亲身体验。再体验下去就得死了。前辈，除了上次说的毁丹田，还有什么生路？有，请前辈明示。消化真气，脱胎换骨就能活下去。脱胎换骨？嗯，大黄庭在你体内潜藏，日积月累的慢慢融入经脉，虽然稳健，可消散的也快。本来按照这样下去，最后你能接受的最多也就三成。如今那个丫头将你重伤，气息紊乱，如果你能够趁此机会强行吸收，成功之后大黄庭你起码能吸收五成以上，这对你来说就是脱胎换骨了。也就是说不但能活，功力还能长。哎，不不不不，强行吸收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经脉冲破有如千刀万剐，那种痛你能熬多久啊？需要挺多久？不知道需要多少时辰，这期间每一刻都有如伸手刮心，一旦开始便无退路，只要你放弃了，立时经脉寸断而死，这种痛不是人能熬的。我想试试。你身为北凉世子，已然位高权重，就算你不会武功，你何必冒这种险呢？老黄挑战王仙芝而死，总有一天我要替他再战一场。就为了见九皇？我娘的死凶手未知，将来我要亲手为他报仇。决定了？是。这是你自己选的路，死了不能怪我。不怪前辈，是我自己找死。你不劝劝他？换了我也这么选。行行行，把衣服脱了，选个舒服的姿势坐好。小子，你坐稳了。我现在将真气帮你导入经脉，之后就靠你自己熬了。多谢前辈。来。开始了，忍着点。
前辈，你们帮不了他的，这千刀万剐要他自己扛。再疼也比死了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嗯，怎么没声了？疼了那么久，怕是喊不出声，也没力气动了。这都几个时辰了，还要熬多久啊？那得看他自己。那熬不住呢？哎，熬不住就得死啊！前辈，世子若死了，我们这些护卫怕是都要陪葬。还请前辈救世子一命。没办法。我看世子是熬不住了。世子养尊处优，哪受得了这份折磨？事已至此，不如想想自己。你想说什么？我投靠北凉，一是找个依靠。二是跟王爷求你们白帝报不绝，不过投靠归投靠，我可没打算把命交出去。你要走？世子一死，谁知道王爷会怎么处置我们？现在走，兴许还能寻条活路。逃兵当斩首论处。我是护卫，不是军人。宁将军，让他去吧。许凤年是熬不过来了，我劝你们不想想后果。这就尴尬了。你说你晚走宾客多好。请世子治罪。我以为你会逃。既然世子没死，留下来好处会多一些。起来吧。世子，这种人留不得。我会把那本《白帝抱朴诀》给你。叔兄愿为世子效死。这就是场面话了。你我都清楚，你不愿意死的。不过没关系，用人嘛，不一定非要同生共死。北凉那么大，怎么会容不下一个叔兄？徐骁之后又是世子，北凉气数当心。这附近有溪流或者水潭吗？这衣服都粘上了。刀枪不入的麒麟甲，什么刀枪不入啊？还不是被呵呵姑娘一手刀打成这样。那丫头功夫诡异，要没这套甲，你已经死了。可惜没有第二件了。反正也用不着了。大皇庭几重啊？按武当的功法算，有四重了。你真是踩到狗屎了。王重楼自己也不过六重大皇庭。
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赫赫姑娘。你把命给她就是谢礼。前辈，我现在算高手了吗？高个球，倒是心性还算坚韧。那您考虑不考虑，传我几手上乘剑术？用刀的非要学剑术，兼容并蓄嘛。贪心不足。这就是两袖青蛇，到五帝臣之间学不会，就是跟你无缘。您要把两袖青蛇传给我？传就传呗，你也未必能学得会呀。看什么？靖安王不是把木马牛还给您了吗？怎么还拿着木剑？我给扔了。扔了？为什么？断了的剑，拿它做啥？那可是名剑，你舍得？到我这境界啊，铁匠铺找把钝剑拿着一样是剑神。您什么境界啊？天不生我李淳罡，剑道万古如长夜。夸自己夸到这份上，时间还有。已经谦虚了，歇够了，也该走了。对了，前辈，您有考虑过成亲吗？您觉得裴南伟怎么样？你是在水里泡糊涂了啊？说真的啊，这位王妃啊，那可是个烫手山芋，连靖安王都觉得他来历有问题。咱们这一路要带着他，不知道惹出多少麻烦来，可又不能把他送回襄樊。要是您肯接手的话，肯定镇得住他。滚蛋！魏爷，世子，前辈，青州骑兵追来了。不应该啊，靖安王要杀我，何必等到现在？是世子少寻为王妃而来。看看，麻烦来了。把人交出来，我放你们走。又见面了，那脸上的伤好了没有啊？把人交出来。哪个？接我靖安王妃，你是我青州无人吗？就带这么几个人就敢出来拦人，你爹不知道吧？这是我青州与北凉之争，与江湖人士无关。哼，怕了？奉子营请战，愿擒下此人，交与世子发落。要不这样，我帮你问问他，他要是愿意跟你走呢，我就放人。你都听见了，想不想跟世子回襄樊？瞧，不乐意。怎么可能？定是你胁迫于他。别他呀他呀的，论辈分那是你娘。准备冲阵。世子，路程有罪，天下乱法，世子受苦了。世子，世子，陆秋来晚了。世子，世子，快给陆秋看看。世子，受伤没有啊？后边没有。乔山这怪物也来了，还有李淳罡，这个怎么杀小舅子？太难了吧！奉子要失职。世子受伤啊！哎，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吧。世子，谁呀？哦，靖安王世子来冲阵的。那可真好啊！哎，
楚禄山，你身为三品武将，怎敢私自带兵出北凉？废话这么多，宰了吧？人家毕竟也是个世子，宰了说不过去。这好办呐，全宰了，再放把火烧得个干干净净。都听见了，你这会儿走还来得及，一会儿打起来，我可拦不住的。世子，楚禄山以残暴出名，真要骑兵对冲，恐怕难以取胜。今日之耻，来日必报。你敢再指我家世子试试？回相反，等会儿，你别得寸进尺啊！刀还我呀！这种货色宰了也就宰了。你怎么来了？义夫让我来的。徐骁啊，他不是在京城吗？义夫说有药英送来见穗，我便率本部骑兵来青州寻世子。哪儿来的药英？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天我看见药英来了，我就出发了。还好有我赶上，没让世子受委屈。等会儿，他让你来青州干什么？他没说呀，只说让我听世子吩咐。要不我随世子去武帝城吧。胡闹。那世子说我该做些什么呀？回北凉。啊，我这么大老远来的，你这让回去了？要不你让他们回去，我一人留下。你是从三品闯青州已经是极限了，再跟着我京城怎么想？那我就辞官了。胡扯，干掉他。死！闭嘴！我说这等会儿，你说，等等，这么说起来，还真有事要交给你办。这就是靖安王妃。是挺水灵的。这两个人，你给我送回北凉。把我交给楚禄山，还不如杀了我。哎，你瞧瞧你这什么名声！王妃放心，虽然我楚禄山什么脏事都做过，但唯有一样，世子交代过的人，打死不碰。青鸟送回府上，好好调养。至于他嘛，毕竟身份特殊，不能留在府里。不如我寻个院子。把他藏在胭脂郡，倒也可以，不过得保密。陆球明白，谁都不说，好好守着，就等世子回来慢慢享用。什么叫我慢慢享用啊？这位论辈分是我婶婶，所以我才要保密呀。少废话，把人看住就行。遵命。我知道你身上藏了秘密，等我回了北凉，慢慢问你。世子，你醒了。我不回去。你身上有伤。青鸟愿随世子同行。楚禄山不会随行。大师父。您要亲自出手？我不能露面。您不出手，还有谁能从李淳罡手上杀徐凤年？就算我出手，也未必能胜过李淳罡。啊？那可怎么办啊？
如今五具福将红甲就剩下一具金甲了。去龙虎山吧。龙虎山？找龙虎四天师？去后山深处无底潭边找钓鱼人，要直面李淳罡只有靠这一位出手。您说的这个钓鱼人是隐士高手吗？可是人家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帮我杀徐凤年？他叫赵黄巢，身上也流着皇室的血脉。皇族，徐家终究是皇室的心腹大患，从这一点说起，他应该会出手。徐凤年一死，我得亲自在旁推波助澜，才能让徐骁反出京城，倒是天下大乱，你就有了夺取社稷的一线机会。多谢大师父担心竭力。一切谋划都要从徐凤年之死作为开端。我明白，这个小舅子一定要死。您千万保重身体，这一路上如果有人对您恶语相向，您都记着，回头一家家灭门去。这话你都敢说，你是连军法都不怕了？您比军法重要。还有一个事儿，你上上心。王林泉一家已经回了北凉，你帮我照顾着点，别让王家受委屈。世子放心。吕钱塘战死在芦苇荡，这是他的骨灰。你也帮我带回北凉，找找林家最后安家在何处。他临死前说，想把自己的尸骨撒在江里，但我觉得他还是想回家的，让他回家吧。我一定办好。世子保重。驾。于若薇到哪儿了？就在前方不远。咱们先去找于若薇会合，再继续东行。是。你呀，一时气血不平，睡了一会儿，已经好多了。世子，我还可以驾车的。别废话，好好养着。下一站去哪儿？江南，去见我大姐。楚庐山是徐骁派来的吧？是。来的还够巧的。我以为自己没选他给的路，但是到头来我的一举一动还是在他意料之中。哼，那是你爹啊，天底下没有比他更了解你的，他跟你织的网啊，你逃不掉的。出发。驾。这是琉璃亭的遗孀，他接报国寺清谈是为了刺杀世子，我替世子把他擒获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先生？诸位，后院稍后，事后卢家自会赔罪。走吧，这回去早歇歇。这是世子和江南文坛闹翻了脸，京城那边应该放心让你接手北凉了吧？大事做完了，该聊聊小事了。怎么算小事？国运是大事，家仇是小事。他是谁？我家侍女啊。世子应该知道卢家和楚国的仇怨吧？这和他无关。世子只要把他留下，卢家会支持世子成为北凉之主。朝中若有风吹草动，卢家会给世子送来消息。一个侍女换一个家族，如何取舍，世子应该不难选择吧？是不难，我不换。你不劝劝他吗？小叔这些年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任何其他事情我一定站小叔这边，唯独凤年的选择我从来不劝他，选择什么我就支持什么，不然怎么算得上姐弟呢？世子放心，我不会杀你。把他拿下，我会亲自送你离开。我大概不是你的对手。世子只要把路让开，卢家会给你补偿。我也劝你一句，你敢动他，我会穷尽一生毁掉卢家，说到做到。当年灭楚之战，卢家是死了一个嫡长子，但为这一个人换家族覆灭，值得吗？当年要不是族兄，我这条命就没了。我明白了，那就斩吧。怎么？你也想进去变难啊？我等人。走开！我答应陈哥哥在这等他的。这位先生，今日变难已经结束，请回来。拦住他！世子学武不久吧？是也觉得本世子太天才。确实是天才。王重楼虽然把大皇庭交给了你，
但是他教不了你刀法精髓、武学心法。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大家气象，世子将来或许能成为天下前三之列。我也觉得卢先生剑法高深，既然大家彼此欣赏，要不然别打了。把人交给我，卢某自然收手。卢先生什么条件？之前说了，卢家会支持世子继位北凉。不够啊！世子请开价。徐骁六义子最可怕的那个是谁？你应该知道。陈之豹。卢家替我杀他，我把人交出来。陈之豹深得北凉军心，武功心术都是卓绝，不好杀。陈之豹不死，我怎么接手北凉啊？好，我答应你。最好立个字据，卢先生可带了纸笔？寺内有。你们先出寺，找宁峨眉他们会合。报国寺被围了，出不去。唐熙借进了箭矢为箭。我还以为这外号说的是铸剑之术，既是铸剑之术，也是用剑之法。世子放心，不会伤害你的性命。世子。绣青蛇，剑神把这个都传给你了，才入门，这也是你的极限了吧？卢家私事，外人请勿插手。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你问问他，他要愿意跟你走呢？这是刘黎婷的遗孀，她见证盛世，你能看穿人心？ 周建恒道人，后退三步，我偏要多退一步。 我不会夺人心，我只是说出了最佳的应对方案，是你自己非要多退一步。你扔出那颗石子的时候，就已经算好了我最后落败的这一步。人心如炬，官子无敌。你是曹长青。我记得你那族兄。 当年他就是死在了主人的手里，如今我被你杀，也算是有始有终了。下杀手了，只是昏迷。多谢曹前辈援手。 罪臣曹长青，参见公主殿下。卢白洁要杀殿下，是为报仇，合情合理，所以臣拦他，但不杀他。然而，殿下千金之躯，徐凤年却当作侍女，此等羞辱。 臣感同身受，无内如焚。殿下流落敌手之今，臣未曾得闻，是为重罪。有幸今日重逢，就用徐凤年人头替殿下解恨。你认错人了。殿下也许忘了，朕在宫中做齐诏的时候，见过殿下。虽然年数已久，可认错天下人。 也不可能认错公主殿下。公主，公主，您慢一点。小公主，慢点儿。齐赵叔叔，殿下稍待，臣先杀此人。齐赵叔叔。 大楚三千剑士之首，我自然见过你。既然王把我当做棋子刺杀徐凤年，但是徐凤年并没有杀我，他对殿下真的不错，并非欺瞒诓骗。若不是两人都为你说话，你已经死了。殿下还活着，实在是天佑我大楚。是父皇求徐骁留我性命。就凭这一点。 我可以饶徐骁一次不死。你真有这本事，这些年怎么从没去过北凉？兵者，避实击虚，北凉为兄弟，不可轻闯。
你连皇宫都闯了，北凉之险，元圣的炎皇宫，你怕北凉？哼！若知道殿下在北凉，我早就去了。殿下，这些年您受苦了。我其实还好。殿下看看还有什么要带走的？带走？带去哪儿？当然是随罪称归楚了。西楚早就灭国了。可楚人犹在。 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你吧？当然，不仅仅是我。大楚幸存之事，已然汇聚蜀地，如今蜀地纷乱四起，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他们绝望已久，他们在等，公主带他们回家。不行，我不放人。我没问你，他是我的。谁是你的？ 让开！他要将你，我没让。换成是你也一样。我曹长青要带人走，天下谁能挡我？两袖青蛇，李淳罡。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不用你说。 曹长青，听凭殿下吩咐。齐赵叔叔，我能不跟你走吗？公主殿下，如果您留下，只能是一个侍女，这样的身份，他会娶你吗？我没说要嫁他。等一下，既然不打了，要不别站在这儿说，找个地方进屋说。 也好，青鸟，你去外面找魏爷爷和宁峨眉他们，让他们守住报国寺，不要让人进来。